我们来看一下哈，台积电股价跟业绩，其实今天股价也还不错哈。但是美国的退休基金哈，纽约州的公共退休基金在大卖台积电的 ADR 哈，这个时候哈，到底是为什么一直卖？我们看它卖蛮多的哈。这个基金是全美第三大的退休基金哈，然后它第四季已经卖了423,194单位的 ADR 啊，解码幅度是来到超过5%哦。那么市场的担心是说，哎，它不断的在出脱，那么造成我们这 ADR 的价格也是很大的压力哦，也进而会影响到我们台积电的表现哈。好，我们三位再帮我按一下铃，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状况不明，所以现在是不是该减码台积电圈货差？减码台积电？哎，好，好了。哟，好，曲博为反对而反对哈，哎，表达不同的意见哈，好，中间，好，那曲博你先讲，为什么中间？你刚刚的题目是，就他对啊，要不要减码？要不要减码？对啊，所以大家都说要。退休基金这么稳的都在卖了。哦、我刚刚听反了，我刚刚听反了，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拿叉叉，我以为是要不要留。好，我刚刚听错，没关系 ，anyway，、我这样说哈，台积电其实为什么退休基金会卖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其实现在是在相对高点。对，我不敢说它是绝对高，但是它肯定是相对高。那逢高会去调节，这是非常合理的、啊。那大家看它第一季创新高，可能觉得很兴奋，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它接下来可能就开始会修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各位不要忘记了，它未来还要投400亿美金在美国。这400亿美金出去之后呢，你回头去反推它相关的一些财务数字，还能够像去年前年那么好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通盘考量来讲，台积电当然还是有可能会再涨， okay. 但是呢，为什么人家会卖？大概就是想到说，不可能卖到最高点嘛。对，所以就开始调节，我觉得这是合理的。OK， 好，现在调节减码台积电好是合理的。好，张姐，我想这个跟曲博的看法是一样的。产业台积电不就是长期持有吗？没有错啊，用耐心用爱去灌溉吗？这题也很难回答，就是说，如果你看长线，也许在整个台积电在整个资本支出大增之后，过去的未来的两三年，它可能 EPS 又重创一个巅峰嘛，因为它做资本支出，它其实就是一定会有这个相对应的订单，不管是 AI 或者是 Deep Learning。或者是所谓 high performance， 在未来的台积电可能会往600、700、800，可是现在的台积电相对的位置是高点，这个部分我跟曲博的看法是一样的。从397块涨到543块，好，这个老细沙，它在这边高档550震荡，然后你必须要静下心来，真正的去考量这个台积电什么时候买，买几次，什么样的价格。因为你必须要精准的出手，才对你的财富是负责任。所以台积电去年赚36块，今年有外资估30或31，你心目中要知道，而且去年如果配18块，今年能够配多少块，殖利率是多少，你也要知道。那这个东西把它算出来，那相对的一个位置，例如说它未来营收开出来其实是惊吓。如果台积电的惊吓，它的 guidance 是第一季 QOQ 衰退。10%-14% 嘛，那第一季第一季只有3个月，1、2、3月，那1月还不错，2月跟3月会是惊吓啊。那你股价相对的高点，你倒不如等回来，这一段时间都可以让你好好的 cookie。那大家也不要太过灰心了、啊，为什么？因为哈、哦，台积电就是我们护国神山，总裁魏哲嘉在股票大跌的时候加嘛，对啊，巴菲特股神。退休基金再怎么厉害，他还是没有办法封神啊。好，所谓封神就是做股票做到像股神巴菲特一样，全世界能够这个直牛耳。所以第二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哈，我认为股神巴菲特或者是所谓的桥水跟老虎基金，他们有志一同，而且独具慧眼。这是第二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先生说的哈，他说台积电独具慧眼啊，所以我认为综上哈。低档的时候有人接，高档的时候有人卖，这是很正常的做一个区间操作。因为今年的台积电并不是走大好年，而是有这所谓的区间震荡，可能是进二退三之前的退三。那大的资金跟股神都进来了，大家也不要对于台积电哦太过于悲观，或是觉得绝望，涨多拉回修正不会再破底，因为巴菲特基本上他们带动的一个资金来关注。这个台股的确是得天独厚，台积电的确是可以长线研究的一个标的。好，长线啊，但是你说这个短中的话，你觉得也是可以走一趟啦。OK， 好，林颖。好，
我想台积电其实是讨论度超高的一档股票，而且这个散户如果不管你是要定期定额零股买，其实台积电都是这个重要的一个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从技术面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台积电就周线上来看哦，它在过完年之后的那一周已经是多头确认。那周线多头确认呢，在技术分析的领域里面，它算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中线的底部已经确认出来了。那这两天呢，其实它也在这个周线之上呢，在做一个横盘整理。那现在呢，台积电呢面临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同样呢上涨也是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压，也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季线的压力啊，然后还有一个前高的压力。那其实在台积电哦，其实大概是市场上瞩目的一个焦点。那遇到压力，其实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什么，都会有些套牢。所以短线上来看呢，就刚两位这个来宾也讲到，其实低档已经有低档有一些进场的布局单哦，不管是这个外资，或者是我们台湾的散户，甚至像投信 ETF， 其实在低档已经都不断的大码加码去做布局。那短线上来看的话，其实这边已经都遇到一些压力了。所以呢，其实现在的台积电哦，很容易回档做修正。那其实它回档也不会回很深哦。所以呢，我们预计啦，大概是如果能够撑在季线之上呢，然后回档一下呢，让季线慢慢的往上，我想未来呢，台积电其实是还蛮有行情的，好，还蛮有行情的。OK， 好，还是等待这个另外一个技术指标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比较明确的一个更明朗，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另外来看到是这个上礼拜五一月营收全部公布哈，那这个时间点大家说这个选股要有一些业绩做底气哈，觉得比较可以安心一点。那么哪些业绩成长股值得来留意的呢，张姐？对，我想呢，其实这个简单举一个例子哈，你的世界呢不要只有电子股啦。不要只有电子股，就跟如果你今天在追蔡依林跟林志玲，也许他们一阵子没有新闻，你可以追我们的女神邱静怡女神嘛，所以一样啊，转角遇到爱啊，这个转的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大家不要太过于在意说我们有一些电子产业的库存在做调整，对，因为转角打铁三人转角遇到爱就一念之差，大家来看哈，我们一月的这个所谓的。采购经营指数跟非采购经营指数，简单就是四个字，叫做外冷内热。外冷内热。十二月早就已经掉到，例如说43，掉到40，掉很多，因为我们外销出口，我们的电子股，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所谓的手机，所谓的大力光，这一些外销的一个订单跟外销的一个所谓的出口是大幅的下滑，库存在做调整。可是我们台湾除了政府发钱，台湾除了我们自己钱很多，不要说淹脚木哦，淹到你的膝盖，淹到你的脖子，台湾是很有底气的哦。去年是涨到18619，对，所以台湾所有的景气、产业基本面，而且很多人没有出国，那其实你知道，没出国花的钱，相对于在国内来花，是不是比较好花？对啊。如果你去米兰，可能要花20万。没有，现在国内很多东西都涨价。OK， 但你去宜兰，你20万你可以 long stay 了。你去香港，你住，你花20万；你去北港跟南港，你20万你可以这个朝天宫都给他弄一根柱子。所以我的意思说，大家呢不要急着去接一些库存还在调整的。例如说，我们刚刚来问说，到底有什么业绩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上市柜公司哈，这个在一月份的营收的数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创新高是25家，整体是减少了1%哈。营收前五大家都耳熟能详，鸿海、台积电、和硕、广达跟人保哈。那么增加了三大族群是 PC、网通跟 IPC 哈，年减的是 PA 哈、运输跟面板，这整体的数字在这边。是的，那我们谢谢女神哈，女神刚刚给我们先人指路 ，PC、网通、面板，甚至是 data center。那我们来给大家另外补充几个。例如说台积电盖厂相关的商品，例如说 400G 所谓的 server data center cloud 智邦跟仲达，还有内需相关的观光餐饮云品瓦城八方。好，那今天股票有一档股票涨停，叫做 Kura 寿司。Kura 寿司，那上个礼拜五大家如果注意到锅贴八方云集涨价，股价也是涨停。所以你心目当中例如说你最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品，最近股价也是冰棒球。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哈，不是只有电子产业，观光餐饮很多产业，那这个部分它也算是所谓特用化学的商品，形态打得这么漂亮，这个营收获利
全部都是年增，好像一月营收还年增20%，所以落花水面皆文章，好鸟枝头遇朋友，不要只一直担心说你看到这些产业不好，其实是你看到的产业不够分的够细，而且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辅之即是。4977的重达，大家看这个营收，我把它做在技术线型这边，线型在打底，营收不断的从41%、61%、98%、77%，一月营收大家说 winter is coming， 好、说很冷，营收成长77%，lucky seven 这种股票其实很多很多、例如说观光餐饮的这个龙头，看到这个线型，大家本来吃饱了马上醒来，哇，多头排列，有没有整准备一波到底？你看它的营收获利，这个是日月潭的云品温泉酒店，还有所谓的台湾唯一米其林三星的君品酒店，所以很多其实好的公司都在你身边、大家不要太过绝望，或是觉得说没有希望这样子。OK， 好，这一次营收比较爆佳音的股票给大家做参考了。好，另外来看到，那么在高档的时候已经冲过这一波哈，这个不要说这个一掉下来大家就急着要接，看是接礼物还是接刀不晓得哈。林老师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哪些类型不要碰？好，我想台股从这个元月一直到现在股市斤斤涨哦，那很多投资人现在似乎才回神。他发现到股票已经涨很多了，然后开始想要去找一些股票来去做进场，所以我今天呢就整理几个属于在股票已经涨到高档，那也出现了一些高档的重要的反转讯号。那出现这些反转讯号的话呢，我们在选股的时候呢就先不要去选它，等它回档之后呢再找到一个好的进场位置哦。那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档股票呢，从低档多头确认之后，其实呢它已经从这个60几块涨到102块了，涨上来之后呢已经有好多次的回后买上涨都可以做进场，一直到高档这地方哦，提醒大家几个重要讯号。第一个，如果你的高档出现了这个 K 棒的反应，那什么叫 K 棒反应？像这档股票好不容易过前高，结果咧大量实体长红棒，隔天马上出现一个大量实体长黑 K， 那就代表昨天进场的人今天都被套牢了。那你就要去怀疑啊，那到底昨天是谁在进场？好，所以啊，我们如果多头走到高档出现这样子爆大量，然后呢长红配长黑，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高档讯号。那高档讯号只是告诉你可能我涨多要回档了，那我们就等，如果这只股票真的基本面很好，那我们就等回后买上涨我们再去做进场。那除了这个高档讯号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注意刚刚我教大盘哦，有一个叫做背离的讯号，也就是多头上涨一定要有量，没有量的多头很容易回档做修正。所以呢当股价呢头头高，也就是再创新高的过程里面，它的成交量没有办法配合上来，那这样子的股票很容易回档做修正。那我们就等回档之后再看看有没有我们技术线型上面可以进场的位置我们再进场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档股票呢，其实也是这个很典型的哦，很典型，这个股票也是从低档多头确认之后，那这个也是哦，你看低档它从9块钱直接攻到23块，涨幅非常的高哦，这么高的涨幅哦，这个非常明显的红 K 配黑 K 哦，那在我们的技术线型呢，有一句术语叫长红配长黑，股价要回档了哈、那么一样超级大量，所以从低档涨到高档出现超级大量，那我们第一个合理的先怀疑，哎呦，该不会是主力在这边先出货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呢，我们当然呢，主力都出货了，我们要赶快手上有股票要顺势卖掉。那手上没有股票的话，那就找别档吧。这样子的股票不适合我们所做多操作。那么还有一种股票，就是它上涨的时候遇到前面重要的压了。好，你看哦，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压。如果我们这边不看。这是不是跟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很像？多头涨到高档，长红配长黑爆大量，股价不涨就要回档。这一回回的可深了，而且回的时间非常的久。当它这个跌到低档，整理整理转多再上涨，又遇到同样的前高压了，所以它又遇到同样的状况，高档又出现长上影线爆大量，那股价不涨又要回档。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我们就避免去追股票，然后呢等它回档落底再打底再转多，我们再进场去做锁股。 OK， 好，所以这个状况比较不明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技术分析讯号来给自己做一些提醒，这个高档的时候小心不要受伤了。还有哪一些看起来在蓄势待发可以好好来观察锁股的呢？好啊，蓄势待发其实也还蛮多的最近哦。那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它跌到空头的低档，
那其实我们在选股的时候，最好是选有几种特征的股票。第一个当然就叫做底部爆大量，底部爆大量绝对是由主力开始进场再去做布局。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主力是谁嘛，所以呢，我们发现到主力爆大低档爆大量，我们就开始锁股做追踪。那第二步呢，底部爆大量之后，我们再来观察趋势的走法。在这股票爆大量之后，这个大量的最低点都没有跌破，哎，那我们很开心啊，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地方啊，有可能哦，主力就撑在这个地方，不会让股价再往下跌了。那后续这边开始进入了盘整，所以这档股票呢，低档出现，股价进入盘整，均线纠结，那现在很简单，我们就等这个红 K 棒，我帮大家画好了。等到有一天这个红 K 棒呢底部盘整突破，如果这个底部盘整突破的红 K 棒同时也爆大量，那当然呢、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位置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又找到了一档很棒的一档股票，有没有？这个刚刚有没有很像一样？底部爆大量，底部爆大量，底部爆大量。那这支股票盘整时间很长哦，那长的时间盘整就是磨耐心嘛，所以呢，我们找到一档股票要有耐心，所以我常讲股票是等来的，绝对不是追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呢就开始锁股等待。那现在也不要急，一样等到它发动讯号的那个红 K 棒同时爆大量出来，我就知道哎呀，这支股票有人进场去做操作了，那么我只要顺势跟着进去，这样子就好了。OK， 好，所以等到这个讯号明确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可以比较勇敢一点点来进场了。